MC 都睁大眼睛，直接被吓傻。朴恩斌在《非常律师》语音无中完美演出自闭症的天才律师，超精湛的演技让他人气快速上涨。日前举办见面会来到泰国，更 cover 了 BLACKPINK 的 Shutdown， 拉翻全场。只跳舞，朴恩斌还为粉丝演唱泰国歌曲，根本就是可爱又实力兼具代表。